朋友快乐父子俩，儿子的头大手儿小，爸爸的头小手儿大，大手牵小手走路不彷徨，走呀走呀走走走走，转眼儿子就长大。大头儿子，今天小头爸爸要加班，回来会晚一些，咱们晚点开饭好不好？嗯，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不饿不饿，一点都不饿。小头爸爸最好在可怕的八点半过后再回家。大头，你是不是饿了？不饿，围裙妈妈，我是来帮你一起做饭的。大头儿子可真乖，那帮妈妈洗菜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哦，电视剧要开始了。八点半，哎，围裙妈妈，等一等啊。还好吧，还好吧。小头爸爸回来了，哎呀，大头儿子真乖呀。今天怎么没有打开电视机呢？啊，遥控器呢？小头爸爸吃香蕉。千万不能让爸爸开电视。大头爸爸，大头儿子，再等五分钟就开饭啊！对了，今天电视里的文明小区评选好像是咱们小区哦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我得看看。可是我找不到遥控器了。可怕的八点半就要到了。哎，小头爸爸，您看报纸吧，报纸上有新闻。可是我的眼睛好累呀，不想看报纸了我。那我念给您听吧。本市消息，今天本市动物圈里的大能猫生病了，医生给他叮了一针，大能猫很快就恢复。什么什么，这个字怎么读啊，小头爸爸？好了好了，亲爱的儿子，你别念了，爸爸还是先打开电视机看电视新闻。小头爸爸，今天我学了新歌，唱给你听吧。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一对好朋友，快乐父子俩。看来只能手动了。不要啊。大头儿子，你怎么知道遥控器在这里啊？赶快换台。欢迎收看每晚八点半播出的《文明小区》评选节目。哦，是咱们小区哎。我们看到这个小区的环境非常好。那不咱儿子吗？整洁。不要啊！难怪你不让我打开电视机。难怪你抢着帮我干活呢。我不该拿垃圾当球踢，而且现在全世界人都从电视里看到我踢得一点儿都不准。乱丢垃圾的行为是不文明的。大头儿子，那你知道错了吗？我对不起清洁工叔叔，也对不起足球。大头儿子，每个孩子都有可能犯错误的。那犯了错误以后还能做好孩子吗？当然，知错就改是需要有勇气的。
有勇气改错的孩子当然是好孩子了。我会改正错误的，做个好孩子。爸爸也在电视里。这就是我们的文明榜样，有这样优秀的市民，这个小区乃至整个世界都会变得越来越美丽。小兔爸爸，小兔爸爸，你是我的英雄。我有那么好吗？说一说来，道一道，常有请柬拜由生，紧紧守，年年有，一粥一饭精细算，旧物易主贵如宝，不白朴来不比阔。新家福绵长，勤俭节约中国风尚。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每次设计都这样，这样可不行，一点创意都没有。我需要设计的是，我需要设计一个不一样的全新的大桥啊。出门透透气。哎呀，小兔爸爸帮我们照一张好朋友合影吧。剪刀手没创意。装可爱没创意。没创意，没创意，还是没创意，没创意。等你们想出创意，再摆姿势再说吧。我不照了，给你。大头，什么叫做有创意呀？就是与众不同，就是和别人不一样。那可太难了，比做应用题还难。玩纸牌好像也没什么创意。咱们可以用纸牌玩点有创意的呀。
比如说，我们可以用纸牌来搭建筑，就像搭积木一样，怎么样？大头哥哥，你的办法可真多，好哇、哦，有创意。是宝塔，四合院。嗯，还没搭完呢。他们在干什么？爸爸，别过来。你们在做什么呢？嘘，后退。后退。哎呀！哎呦！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哎呦哎呦！小头叔叔，前方危险建筑，向后转，起步走。哎。哎呀！哎呦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别跑，别跑，小心建筑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我倒要看看你们做的是什么名堂。哎呀！当心！小头爸爸，千万不要乱动，不要大口喘气。啊！哇！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，真可惜。小头爸爸震倒了我们创造的纸牌大桥。谢谢谢谢你们，你们真是太有创意了！我要请你们吃冰淇淋，吃炸鸡腿，吃甜甜圈，吃零食，所有零食你们随便挑，好不好？太感谢你们了！三角形的大桥，这个桥柱子太有创意了，桥面加入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元素，这个创意太绝了！大头哥哥，你爸爸怎么了？小头爸爸为什么要奖励我们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大人真奇怪。不过有冰激凌吃了。节约，中国风尚。